大陆现在汽车品牌有200多家，大家把它视为洪水猛兽，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多虑的。再折10万的现金优惠，然后还有328，真的我也很有感。这个 U9 它是人民币168万，直接摆一台在中间，让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